谢谢各位。简单来说，先跟大家讲一下，目前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各种各样奇妙的新闻。个人建议啊，别太听新闻。OK， 宝，那个现在有个问题。OK， 你就是好好回答一下。Yeah， 他非常的有苹果记者说，就是穿泰国衬衫的马甲，然后他说的头发是色盲，是白色的，我没什么感想。哎，我已经无话可说了。这东西你可能真的要去看一下。八加九的定义是什么？有腹肌叫八加九。八加九有这种手臂吗？你是不是来自宫庙文化？然后美国加日系啊，就变这样啊。我不是说八加九不好，你可以说我是日魂美七加三。I don't know, bro。我很不会讲笑话，我没有自信。我的排名超穷，看，可能虚拟也是更穷，这些穷多。